较早先人做伙都会晓想出头脑来编一间篮仔出来当运用，做官无啊无人买啊，啊实在自动就是足唔甘足无奈。看到遐囡仔画画甲真欢喜啦吼，啊画有囡仔若欢喜，咱嘛真欢喜安尼啦，尽量甲教，哪会晓吼，伊嘛搁听搁教别人。这几样物事那传承啦，吼，啊好咱这个德艺吼，莫去失去，这个德艺若失去了吼，后摆要搁叫人搁做这个事，算讲机会足少啦。